嘛？谁啊？我是唐顺明，关美渔村关美酒店的老板。别过来！别冲！你别冲动！喂，云姐，你快过来一下，唐顺明在这闹事。什么？这个风险系数太高啊！我觉得就是。各位先休息一下。赵军，你去看一下。是，赵副总。喂，阿生。喂，千羽，大事不好了，关门酒店又被拆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刚才找不到老汤，就去他的房间，结果发现一张拆迁通知书。不是谁要拆关美酒店啊？哎，Senwell？Senwell集团。Senwell？好，我现在过去看看，你们等我消息啊。哎，干嘛去啊？妈，老汤出事了，我过去看看。哎，送货呢？哎，不是，哎呀。唐顺明这个死胖头，又把千羽叫去。你们都给我出去！放下，放下，后退，别动，后退，放下，你不要乱来，放下，我哥是重伤，后退，冷静点，全部都往后退，退，退。唐老板，不要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我跟你无话可说。唐老板，别冲动。今天我要是死在你们四位啊，所有媒体都会知道，你们瞒也瞒不住。唐老板，你的死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因为Senwell所有的行为都符合法律规定，你要是死了。就根本没有办法了。我一个走投无路的人还有什么办法？事在人为，人只要活着就一定还有办法的。这么做都是你们逼的，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。唐老板别冲动。唐老板，我们Senwell还需要给你什么交代？站住，站住，站住。俊浩，沈俊浩，是我，就是你，害我要失去一切。你欠债不还，无理取闹，Senwell绝不会受你要挟。那我真割下去了，我就死在这儿。明天Senwell就会上新闻头版，所有媒体就会关注你们对关美渔村的开发案。到时候Senwell千夫所指，别说我的酒店，你就连关美渔村的一个毫毛你都动不了。哎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是来找人的。对不起，Senwell现在不接受来访。关美酒店的汤顺明是不是来这里了？我是来找他的，他是我叔叔。汤顺明？汤顺明，你以为这样就会受人关注吗？告诉你，不会的。就算新闻播报了你的自杀事件，也只不过是一时谈资，很快就会烟消云散。那我也要你受到良心的谴责，让Senwell因染上我的鲜血背负道德的瑕疵。好啊，沈总，既然你想死，那就死吧。你别后悔，我这就死给你看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你现在对准的不是颈动脉，如果割错了位置，你不但死不了，而且会造成气管堵塞，更加痛苦。如果你割得不够深，你会因为大脑短时间内供氧不足而变成植物人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如果割对了位置，你的血液会在短时间内迸发到两米高，在短短五分钟之内流尽，迅速成为一具干尸。你别吓唬我啊！不得不说，汤老板，我很佩服你。不过，我可以友情地告诉你，颈动脉的位置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可以根据我的手指，按照我的方式向左移动2公分，直到你摸到了颈动脉跳动的地方，这就是颈动脉。沈总，小心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用自己的生命去威胁别人，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。